独孤博脸上情绪收敛，又变回了以往冷硬的样子，淡淡的看着唐三问道，你吃了这里什么草药，居然连我的碧鳞蛇皇毒都不怕。唐三也不隐瞒，说道，昨天你将我带到这里后，我思虑再三，服用了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八角玄冰草，烈火性交书，那是什么？这两个名字独孤博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唐三点了点头，就是分别在冰泉和火泉两旁中心位置，分别吸收极阴和极阳精华孕育而生的两种毒草。听唐三这么一说，独孤博脑海中顿时有了几分印象，你说的是那尽致奇寒与酷热的两株，那两种药草也能吃？由于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的特殊性，这两种药草他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在整个冰火两仪眼中，这两种药草也只是各得其一而已。他曾经试探过，以他的魂力也无法在任何一种药草旁待的时间过长。独孤博知道这两种药草都蕴含着顶级的阴毒和火毒，极其霸道。由于对药性不明，他一直都没有贸然而动。正因为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各自都只有一个，唐三自然也不怕独孤博知道。没错，这两种药草都是绝毒之物，普通人只要靠近其十米之内，一时三刻就会冰冻或者化为灰烬，更别说是吃了。但是所谓阴阳相克，冰火互制，当这两种极端的药草放在一起时，就会彼此中和，毒性大减。而那也是服用它们的唯一机会。服用之后，冰火两种毒素由相互排斥变成相辅相成，有改造身体之功效，再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加以吸收，便能起到水火不侵的效果。好，好一个水火不侵。独孤博看着唐三的目光动了动，心中略微有些犹豫。他虽然不清楚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可以这样服用，但他却知道这两种药草的药性霸道之处，自然明白现在唐三还没能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充分吸收，要是自己喝了他的血，或许……只是他说这两种药草是需要特殊方法来吸收的，不知是什么。想到这里，独孤博试探着问道，你就是凭借他们克制我那三种剧毒的？唐三淡然一笑道，可以这么说，老怪我，你带我来到这里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体内的毒素没有将你反噬致死，正是因为这冰火两仪眼的作用，寒极阴泉和炽热阳泉对任何毒物都有极强的克制，泉水内更是万毒不侵，对于普通人来说无法忍耐这里的环境，哪怕是强大的魂兽也不行，可对你来说这里却有益无害，正是冰火两仪眼的气息克制住了你体内的剧毒，在这里修炼虽然不足以解除你体内的毒素，但至少可以保证你活到百岁毫无问题。只是……独孤博忍不住追问道，只是什么？唐三轻叹一声道，我之所以吃下烈火性交书和八角玄冰草，还有另一重用意，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这两种药草夹杂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冰火两仪眼，只不过抗毒效果不如冰火两仪眼那么恐怖而已。你身上的毒，我想出了两种解除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同时服下这两种药草，然后凭借你强大的魂力将药性吸收，那样的话我至少有八成把握能够化掉你体内的毒素。独孤博的眼神渐渐变得森寒，可是你却将它们吃了。
唐三微笑道：“老怪物，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他既然敢有恃无恐地告诉独孤博这些，自然是有道理的。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都属于仙品珍草，尽管它们是剧毒的，这仙品评价却也毋庸置疑。没错，它们是能够化解你身上的剧毒，但与此同时，你的一身毒功也会被同时化去，你愿意吗？”这个独孤博愣了愣，他原本已经有出手的打算，可听唐三这么一说，顿时犹豫了。唐三看着犹豫不定的独孤博道：“如果你不信的话，这样好了，我的血液中蕴含着两种药草的药性，我可以弄些出来给你试试，不过你修为降低了，可不要怪我。”“不用试了，你这小怪物。”独孤博恨恨地说道。“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唐三从容不迫地道：“小时候我曾经得到过一本书，其中就记载着许多珍奇异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知识自然是从书中得到的。”“你刚才说有两种方法替我解毒，那另一种是什么？”独孤博问道。唐三道：“这第二种方法我只有60%把握能够成功，但却不会损伤你自身的实力。当然你孙女儿中毒还浅，我有10%把握帮她恢复。这方法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你之所以被毒素反噬，主要就是因为你修炼的毒功。如果你拥有的是七武魂，那么就好办多了，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凝聚在自己的武魂之上，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你现在使用的乃是兽武魂，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尽管你的魂力能够起到调动和压制作用，但它们却早已经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故此才会对身体产生极大的损伤。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又不让他们伤害到你，就必须要找一个寄生体来作为毒素储存之所。我想以你的实力，身上怎么也会有一块魂骨吧。”独孤博也是玩毒的大行家，听唐三这么一说，顿时明白，眼中避光一闪：“你是说让我将体内的毒素逼入魂骨之中，这样就不会伤害我自身了？”唐三点了点头道：“就是这个道理，你那孙女也是一样，你只要给她寻找一块合适的魂骨，让她在修炼毒功时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像我现在虽然也是身具毒素，但体内的毒都在蓝银草和外附魂骨八蛛毛内，自己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独孤博皱了皱眉：“老夫修炼碧鳞蛇武魂70余年，身体早已经和毒素融为一体，这毒可并不好逼，一个不好，恐怕反噬的只会更厉害。小怪物，你不会是在教我如何自杀吧？”唐三淡淡的道：“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不是让你直接用魂力去逼。你说的对，那样做不但没有好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强的反噬。必须配合一定的药物引导，逐渐将你的经脉、骨骼中的毒素一点一滴的过滤出来，集中到魂骨内部。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毕竟现在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毒人，所以我才说只有60%把握。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无法帮你将所有毒素都融入魂骨内，也至少可以大幅度减轻你现在所需要承受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试试？”独孤博看着唐三，眼中神光内敛：“小怪物，我多次想杀你，你
真的愿意帮我解毒，你就不怕等我的毒解除后会杀了你？听独孤博这么一说，唐三知道他已经相信了自己，淡然道：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不排斥毒，相反很喜欢他们，而像你这样的毒人恐怕整个大陆也只有这么一个而已。治疗你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的过程，至于你会不会反悔，我虽然不能肯定，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杀了我，你孙女也会死。我治疗你可以在这里，当我治疗你孙女的时候，我要请师长在侧，治好她，你我之间就再无关系，你看如何？独孤博想了想道：好，小怪物，能令我欣赏的人并不多，你算一个，我就信你，一切也按照你说的办。我独孤博说话一向算数，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儿，答应你的三个条件绝无问题，更不会杀你。但是现在请你把这个先吃了，我这条老命虽然不值钱，但还想多活几年，如果你把我治死了，那么就给我陪葬吧。一边说着，独孤博嘴一张，一道绿光从口中吐出，正是一颗碧绿色的珠子。绿珠在独孤博的控制下缓缓向唐三飘去，唐三张开右手让其落在掌心之中，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还清晰地记得独孤博破除圣龙本相的时候就是吐出了这颗珠子。唐三苦笑道：从你嘴里吐出来再让我吃下去，这似乎有些恶心吧？独孤博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不怕告诉你，这乃是我碧鳞蛇进化为蛇皇后凝聚的丹珠，可以说我一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如果我死了，那么它会直接在你体内引爆，别说是你，就是封号斗罗也承受不起这样来自体内的爆炸。你这小怪物狡猾得很，老夫不得不留一手。唐三将丹珠直接扔入口中吞咽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流顺喉而下，丹田一阵温热，不但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热气反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说不出的舒服。独孤博淡淡道：感觉到了吧，只要你不耍花样，丹珠对你的修炼只有好处，会促进你魂力的凝聚。等你治好了我，我再将它引导出来。老怪物，我也有个条件。唐三知道独孤博在这方面并没有骗自己，也不过多追究，至少目前他还没有任何危险。从独孤博对独孤雁的关心来看，只要自己没有解除独孤雁身上毒素的威胁，眼前这老怪物是舍不得杀自己的。独孤博眉头微皱，脸上流露出一丝好笑的神色：小怪物，你知不知道你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唯一一个敢这样和我讲条件的人，哪怕是那天斗帝国皇帝见了我也是恭恭敬敬的。唐三莞尔一笑道：那我现在享受的岂不是皇帝般的待遇吗？老怪物，我的条件很简单，在我给你配置药物的时候，你不能在一边偷看，这里就作为我的配药之所，你每天只需要给我送点食物和饮水过来就行了，然后每天晚上亥时，也就是你发病前的一个时辰，到这里来服药。我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你治好，保守估计也需要半年以上。独孤博点了点头，他自然知道唐三是怕自己学会了解毒之法就顺手杀了他，
对于眼前这个心思缜密的少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恨多一点还是欣赏多一点。唐三，你可愿拜老夫为师？如果是一名普通魂师，听到独孤博的话，恐怕会感激涕零的立刻跪下拜师。可唐三却不会，他只是瞥了独孤博一眼，道：老怪物，我觉得这个称号很适合你，不想改变称呼，更何况你在用毒方面能教我什么呢？说不定有些东西你还需要向我请教。你好好，小怪物，咱们走着瞧。独孤博强忍怒气，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这才腾空而起，朝山上而去。几个起落后，已是人影皆无。独孤博一走，唐三就像是失去了全身力气一般，扑通一声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此时他才发现自己背后已经因为汗湿而变得一片冰凉。他虽然成功地把握住了独孤博的心理，但他内心深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这老怪物不顾一切地发疯，那么他立刻就会变成一具尸体。环视四周，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珍稀药草，唐三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微笑。独孤博呀，独孤博，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没有比这再完美的地方了。探手在怀中一摸，将那条九节翡翠从怀里掏了出来，手腕一抖，直接将它扔向了冰火两仪眼。这九节翡翠吸食了他的鲜血，如果不经过冰火两仪眼的辅助，即使以他的剧毒也会死。而自己能够藏身于冰火两仪眼中，是唐三保命的秘密，自然不会在独孤博面前表现出来。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唐三也不禁苦笑。他知道那丹珠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抗衡的，先不说根本就无法取出来，就算能够取也不能那么做。丹珠与独孤博心血相连，不论自己有什么异动，独孤博都会第一时间发现，只是自寻死路而已。可惜，真是可惜了。唐三看着周围的药草，心中一阵叹惋。这里的每一株仙品都是绝世之物，但正所谓美味不可多用。唐三知道，如果自己在贪心之下再吃任何一种大补的仙品药草，不但不会有所帮助，恐怕还会立刻倒霉。只有等自己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再做考虑吧。在这里的仙品药草中，至少有七八种能够大幅度提升功力的，至少也能将他现在的魂力提升五级以上，甚至更多。没关系，不能吃我还不能拿吗？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探手在自己腰间摸去。一会儿的功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被他摆了一地。这些物品中大多是一些小盒子和瓶子之类，每一个的质地都不一样，金、银、铜、铁、玉石，各种各样的盒子瓶子摆了一地。这些东西是唐三早就准备好的，就是为了以后去寻觅适合制作毒药暗器的药草而准备的。越是珍贵的药草，储存要求就越高，有些需要金装玉取，有些需要银取铁存，只要稍微错一点，轻则药效大减，重则立刻枯萎，所以唐三才有了这许多准备。当然现在还不是装走药草的时候。唐三检查了一下这些盒子，就将它们重新收回到24条明月夜内，然后开始分门别类的仔细辨认冰火两仪眼周围的各种宝贝。药草的种类很多，而有些药草外形是十分相似，可功效却天差地远。唐三可不希望自己出现任何差错，把毒药当成补药这种悲剧，当初在唐门也不是没出现过。
毒之以道，博大精深，更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晚，当独孤博再次来到冰火两仪眼给唐三送食物和饮水的时候，不禁大为气结，因为唐三根本就没给他准备治疗的药物，而唐三的理由也是极为冠冕堂皇，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如何配药？无奈，独孤博只得将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些专门配药的器皿给他送了过来，还按照唐三的要求去给他买回了一个铜铸大鼎。在这个地方，火是根本不需要的，炽热阳泉的温度比任何火焰都要恐怖，几乎就是岩浆摆在眼前，哪怕只是一点也有融金化铁之功效。就这样，从这一天开始，唐三就在冰火两仪眼中住了下来，只要独孤博不在，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浸泡在冰火两仪眼中进行修炼，这样不但能够促进玄天功运转，同时也能加快吸收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的药力。下午则是炼药的时间，他也有很多年没摆弄过这些东西了，为了不出差错，他极为小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熟练起来。不过唐三毕竟是出身唐门，炼制毒药他是一把好手，炼制补药他就不会了，也算是一件遗憾之事。唐三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将冰火两仪眼周围的药草摸了个清楚，几乎每种毒药他都做过一些尝试。至于给独孤博配置的解毒药剂，其实说起来根本没什么，只是一些舒筋活血的药剂而已，但在这些舒筋活血的药剂中，每次唐三都要掺入自己的一滴鲜血。其实独孤博还是被唐三骗了，他身上的毒最关键之处还是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这两种极端药草，只不过唐三也并不完全是骗他，要是独孤博直接吃下这两种药草，体内毒功立刻就会被化去，但多了唐三身体这么个中转站，药性就变得温和了许多，而且剂量又小，潜移默化就变成了治疗的效果。独孤博服用一周之后，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已经明显减轻，再按照唐三所说缓缓将毒素汇入自己的魂骨之内，不但实力没有减弱，多年未曾突破的91级瓶颈竟然有破裂的痕迹。要知道超过90级之后，每一级都是一个巨大的瓶颈，独孤博在这个级别已经停留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突破的征兆又怎么能令他不欣喜若狂呢？解药的妙处令独孤博对唐三的态度明显好转，不但亲切得多，而且每天晚上来吃药和送日常用品的时候，还会和唐三探讨一些关于用毒之类的知识。唐三继承的是唐门用毒的能力，但他潜意识有些东西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比独孤博更加了解各种毒药。从他身上，唐三自然学到了很多东西，而独孤博随着和唐三的接触也越来越心惊，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似乎有着一个比浩瀚海洋还要宽广的大脑，在各种毒物中的见解有的时候甚至会令他产生出茅塞顿开的感觉。